上传。吃饭的地方，那个后面正好有那种黄昏的海浪，沉浸在夕阳下，就真的超级美的哎。有一股很大烟熏味的鱼，Snakehorn Slacker 银鳕鱼。现在上了第一道菜了 ，by Melissa King， 这是一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厨师。Which is essentially 70% of our planet. So this has just been a spectacular couple. Good morning. 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结束的第一天，所以今天是自由活动的一天。But first, 买一杯咖啡先。这个呢是在我们酒店旁边，最近这两天就一直特别想试一试，叫 Milano Boutique Coffee。我的呢是这一杯 ice 的 hazelnut latte， 用的是克莱因蓝，我最喜欢的蓝的一个西瓜。然后这是给我助理的，他最近这一次活动啊，就是真的超级辛苦，一直在帮我拍照，没有拍。送给他一个非常温柔的绿色。My breakfast that I'm going to share。最近都在吃威士，没有这种暖暖的东西。嗨，我们现在从酒店出来，沿着 Governor Street 走了2.1公里，到了一个 beach。Water, absolutely. Okay, I would like something that's not crispy. That should be good. Okay, one glass of that, please. Five ounces, beautiful. 我觉得维多利亚的吃的其实还有一点点小贵哈，这几片就18块钱是 tuna tataki。我觉得这个炸的有一点点过，然后我点的 ceviche 是太差了。感觉很小哎，48块钱这一个还不如酒店的 meaty。这个是来自 PEI 的oyster， 叫做 raspberry point， 是那种特别特别小的，不是酒店那种特别大饱满。这种 oyster 在南法都不会被捞起来，我跟你讲，太小了，baby。咸，不错就不腥。这也还好呀，可以吧？酱店居然起来了！我现在进来一家1979年就开的一家巧克力店呢，它长得挺可爱的。这很浓哦、，Thank you so much。Thank you。耶，它画出来了。对。Probably not gonna eat this。外面这一层齁甜，是真的是吧？真的很甜。里面这个就是跟和麦当劳那种一样、啊，这个还不错，有费罗罗的感觉。接下来了维多利亚的 Chinatown， 为什么要来这里呢？这是加拿大的第一个中国城 ，Canada's oldest Chinatown。这家店好有感觉，衣袖制面。所以刚刚我们在小红书上有搜到任何好吃的吗？有一家说的是，哦，这家店也没有那么难吃。不是呀，他们这个里面都是老外，中餐的牌都长得挺像纽约的那种，是不是？老的那种华人的，是像多伦多就真的就是有点像在国内。对，好的，撤退。Fins Seafood Chops。小红书上非常爆表推荐一个，
室内长这样子，上面挂很多灯灯。室外呢，阳光很好。And Miss, unfortunately, it has to be the real IDs. It can't be pictures. I'm so sorry. 你心想查 ID 好严啊，难过。很饱吗？我们点了一个珍宝蟹，太平洋的东北部，就是阿拉斯加到加拿大 BC 省，就是 here basically， 说是比大闸蟹的肉还要再嫩一点哦。这里叫做BC steelhead，据说是肉非常像鲳鱼的一个肉，但是长得真的很像，肉感也很像，但是就不是一模一样吗？来一张封面吧。我已经开始脑部工作了，要在哪里加字？哦，好烫，好烫！哦，他把蟹里面掏空了。其实呢，我们这是靠海，只是被挡住了而已。所以我现在感觉像是坐在一个康斗面前吃饭。再来。你先吃吧，最好给我留一点，我要加酱。太棒了！啥意思？它真的很好吃，给好吃。对，那肉特别饱满。你还记得大闸蟹的味道吗 ？Of course， 哦，它这个肉很甜。那你觉得这个跟大闸蟹的 ？Always 大闸蟹是最好吃的， yeah. 就是大闸蟹的蟹膏，我真的没办法。那个蟹黄太好吃了。大闸蟹肉我真的很一般，但是蟹膏真的 one of a kind。你不能说谢谢。对对对，我刚刚很有点慌。故事是这样的，我没带身份证，然后呢，小游就帮我点了一个，然后刚刚就是特别慌，他的点酒时候我都不敢看服务员，仿佛我真的未成年。零酒。哎，你别赶他，我好害怕你呼到他。What？我跟你说，我真的特别逗蜜蜂和苍蝇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就是又香又臭。你是不是对香水的选择上有点问题啊？走极端路线对吧？对、yeah. ，嗯，可以，非常渴，非常渴，可以啊，朋友们啊。今天男朋友就完了 ，Yeah， it's really good， very good。你属于那种不能做坏事的，特别心虚，很明显。OK， 朋友们，我已经吃完饭了，这一顿还蛮好吃的，就是都很新鲜。螃蟹还挺贵的，大概是70多块钱一只螃蟹，这样子的量，给了20%小费，170多。Recommend 一下，如果你们要来这家呢，我最推荐什么呢？螃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两个人的话，到后面有一点吃的，没有第一口那么的香香的感觉。对对对对，哎，你倒是牵牵我呀。是吗？那个鱼很好吃，就是 BC 省的那个 steelhead， 这个中文有待考证哈，我不知道，但真的很像三文鱼，当然有很嫩的那种三文鱼。好好看啊，这个城市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它是这样子的吧？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吧？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No， 我你说哪个对？哪个是对的呀？对，我的是对的。我觉得我的是对的。但火锅是你的。火锅又不是唯一的一个答案。这样子好漂亮。哦、那模特这么穿，你也可以有别的穿法啊。特，女明星。Sisters together。姐妹。I don't know. I don't know.美好东西要等待的。大家，谢谢我的新手表。哭的时候可以在里面搞很多东西。你看，这是 this says low， this low battery。哦、oh, ，that's me, mommy. Look, that's me with 茶花客。嗯嗯嗯。Are you wearing a dress?
Yes, I am. You wear dress and heels, right? Yes, 你喜欢我穿裙子是不是？一会儿有个 cheese 你可以吃。Can I? Yeah, cheese. I love cheese. 里面有 cheese 和 dates 是什么呀？中文？那个枣子之类的吧？对对对，但是不叫枣子。它是叫枣子，它叫我买过的。这么少？就黑色棕色的。好棒，可以，它可以吃。嗯，好棒。好吃吗？嗯。It's the yummiest in the whole world. 呀，外面都是好吃的。没有啊，我给他吃油条，他都说好吃啊。你就只做了油条还不错，还有别的吗？空心油条很难做的。哪里也是这样的。叉子是这个样子方向 ，OK。刀子呢是这样子，要摩擦的，对。You should get a plot. Yeah. Prize? What kind of prize do you want? I don't know. 拿到奖。奖励你看五分钟《苍兰诀》。我点了你的穴，你就不能动了。Ow, happy guys! Hi, everybody. Welcome to our channel. Today we're watching a movie. Oh, you can kiss me. Yes, I don't know. Okay, let's start with this. 我们要看《苍兰诀》。查理害怕，所以他坐在很远的沙发上。每次到仙族，我就不怎么想看，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自己倒很好看。如果是个电影院的话，这是前排 VIP， 这个是后排观众。先去，在我们中间的。No, but I'm scared. 哎，我们现在去超市了。啊，去超市了，你想买什么？我沉浸在歌声中。我们去高富帅的吗？去那个富士 Terrace 吧。不好。看我这个墨镜，是一个很便宜的牌子，我觉得特别像未来女战士。我是来买什么的呢？我想买一点薯片，但我现在很纠结，因为我买了薯片，我就一定会吃超多薯片。我不买，我就可以不吃；我买了，我就一定会一个人干光，一片片甲不留。最近看《苍兰诀》，我必须得要吃点什么，我买一个蛋挞。翅膀在他背后就打开，铺天盖地。他是东方青苍的人，本座的人你也敢动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礼拜六，就是我们 Book Club 要 review 书的时间了。这个礼拜我们看的书啊，《地下室手记》，托斯妥耶夫斯基的。我先补一个妆就可以出门了。我今天的底妆用的是 YSL 的这个脾气垫。我已经有两周没有见到我读书俱乐部的朋友们了。今天我们要去 Girls Night 吃好吃的。口红我今天准备用的是 INTUE 的唇泥 EM08 号，超级好用的，我最近非常 INTUE you。 就我觉得看着嘴唇的形状非常丝滑。今天呢就是这样子一个非常非常元气的妆容。今天眉毛是用的眉粉，看上去没有太多的界限感，我觉得还挺好看的。今天这一盘选到眼影和嘴唇，我觉得也蛮搭的。最后定妆呢，用的是 CT 新出来的这一盘白月光粉饼，跟我们今天的衣服都非常的搭。
它是白皮挚爱，是一款非常柔焦美白的粉饼，是长这样的，粉质柔软清透了很多，感受一下这个粉质如薄纱一般清透。那我今天就是用它来定妆，并且增加一下我们脸部的一个烹饪感。今天用的刷子呢是 Picasso 的，刘一佳送给我的一把类似于这样火炬型的一个刷子，搭配在一起，你看这个粉质就是能够很轻盈的沾上去。点在我平时容易出油以及脸部线条比较凹陷的地方，比如说像是眼下、鼻翼两边、下巴，还有太阳穴的位置。那刚上完脸的时候，我觉得它是那种有微微细闪的在脸上，就是跟普通的定妆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定完它以后就是整个脸有点蓬出来的感觉。给大家看一下，就不在那个光线下面我的脸哈，这是我今天 look 有没有很帅？靴子是我最近新买的 Chanel 的一款，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帽子也是干净的白。好，出去 Girls Night。我们现在来吃海底捞啦！海底捞啦！小仙女们来吃饭了。就是香菜、芝麻酱和蒜。这边这个是猪肚鸡，猪肚鸡要和猪肚鸡均汤，点满四锅。我日常的时候这边会有个清水。那个酒上来的时候是我当时是我们自己女孩子，然后我说这个服务员特别好，小凯说不是这服务员好吗？他们怎么不给我擦鞋呢？我说这个你要 request。 然后人进来的时候说哎呀我的鞋脏，我说可能是我们谁啊谁啊谁啊，你说那个球球美好，日本的，加上好像没有专卖店，对不对？我们已经吃完火锅了，来看一下我的妆面，它是那种非常自然光泽感的，然后有带微微的细闪，来上光，看到了吗？就是这边，但整个我觉得还是挺定妆的，你这里挺蓬的，对不对？对，哇，真的好好看啊，我好喜欢这个粉饼，是我喜欢白月光的那种，能不能妆效？能，我也想要白月光，给你白月光，送我的意思你送我一个吧，可以，来补一个妆吧。哎，我觉得这盒子好好看。白的上面有小翅膀的那种，哦，它是有点 luminous 那种感觉，对对，在手上比较透的那种，对，好啦，搞定。就是他心里满足了 ，It's OK。他花了很多钱，然后我们时间和精力去搞这件事情，人家都 doesn't even know this thing happened。对，是吗 ？Why bother？ 然后第二段，我就觉得说你这样子你还搞你朋友，我就觉得还是有点哦，真的没必要。而且说弄完了你也不开心，你还要第二天想要去跟人道歉，我觉得这个也太离谱了。然后第三段，他对那个女生又劝人从良，他觉得他比其他人都低等，但他对这个女生突然间有种哦，我比你高嘛，高在上，我得要说教。然后我觉得他是在欺负一个在 emotion 里，对，欺软怕硬 emotion 里。你干嘛你自己身受这样的苦，你还用同样的事情去 abuse 别人，让别人也跟你一样在那个地下室里那个人的地窖里。我只能说这本书是我从来没看过的类型，太奇特了，太奇特了，好喜欢好奇特，是吧？那你应该继续去看他所有的什么书，罪与罚，内心世界，反反复复的那个，大概知道我是什么样，因为我以前不是很了解我自己的性格，刻意去想我为什么。家里是有什么区别的，一样的吃啊，他就是为了吃，那家里也是这种，那家里是不是吃不了这么多啊？哪里说都是给他，我不是有我们的，他马上就会都吃完的，不可能啊，就我们的奶里 here you go， 我知道他只给你一个，明白吗？意思不可能，刚才说了那、no, 我一天再给你一个、啊、等一下还要给你的，你睡吧婆婆，拜拜。我为什么睡觉，这里怎么睡得着呢？这么晒，我可好睡了，我睡不了，我不喜欢在野外这样子。吃一个。哎，什么东西飞？它离得很容易，都容易。别给它吃薯片。宝宝，你睡吧。薯片，睡着这是。All I see is blessings. Got no time for stressing. Don't believe in failures in my life. It's only lessons. They just making room for what I'm on now. I don't got a clue, but I know the one who does know how. Oh wow. It's like I'm learning the game with the maker I already know now.
Destiny has my name, no, it's coming, it'll never go. I know that we are gonna be alright.